你还在为了摆脱单身而烦恼吗？我没有啊。别急，总有一天你会习惯的。住宿没有了。但如果是在100年前，你们在听啊？那你就是要活当生活节讲座。无论你有无经验，只要遵从文中建议，就能让男男女女第一次恋爱就上手。Tom 血残留 NG， 年龄话题一关你就 GG。偶尔迟到让他揪心，赞美别的女生，我们怀念你。切记贪吃是禁忌，无论那是食物还是感情。接吻睁眼破坏情趣，假装害羞的我可以。这些招数现在听起来虽然各种老套与刻板印象，但对当时尚未脱乳的台湾人来说，自由恋爱可是出现不久的全新观念。1920年代，随着民族自觉的浪潮席卷世界，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一同迎来思想狂飙的年代。兴起的都市大众也热衷接受自由思潮的洗礼，不管什么自由的主张都给我来一点，无论是政治还是爱情。例如今日许多长辈运动晒太阳的公园，又跟我当时可是约会场所的第一首选。作为总督府展示国家权力与文明教化的公园，此刻意外成为男女情感的探索空间。除此之外，像是咖啡店、百货公司、海水浴场，甚至是神社，都是让人恋情升温的合色哉。新时代的男女们抹上发油，画上唇彩，穿上洋服，我们希望谱出一段属于自己的幸福恋曲。然而这股潮流却也冲击了原本保守的社会价值。当时发生一起女老师和市长儿子为爱私奔的彰化恋爱事件，更引发新旧文人的一场大混战。守旧派台湾日日新报抓准机会，直指自由恋爱败坏善良风气。什么的自由恋爱，根本是欧北恋爱。你看今麦都几岁啊，还阁这么老啊？相反的，开明派的台湾民报则严正否认。毕竟根据资料统计，当时温度都在20度以下，其实并不算太热。谁在说这个啦？虽然台湾民报长期鼓吹自由恋爱的理念，但在男女交往等于伤风败俗的保守社会氛围下，为了帮自由恋爱开脱罪名，台湾民报也只能将这起为爱私奔淡化为爱情的骗术 vs 不必要泄露的单纯诱拐，甚至反过来检讨女方愚昧不懂爱情的真谛。在父权至上、女权低落的100年前，想爱就爱的自由思潮仍难以跨越旧有价值主体的高墙，但任谁也抵挡不住潮流推进。昔日天摇地动、让人不知道怎么教小孩的自由恋爱，如今已成稀松平常的普世价值。在爱面前，人人平等，多么美的一幅风景！虽然还有那么一道墙，虽然还有些人站在墙外，但在对于爱有更多包容与想象的今天，墙外的风景就在不远处，而我们会一起跨过去。到头来只剩我一个人。别放弃，打起精神，爱就像阳光一样无所不在啊！没错，没时间夜市啊，我会勇敢迎向阳光，寻找自己的幸福。